臣妾只是个连挑媳妇都无法做主的傀儡。既然那么想端出婆婆的架子，那就尽量做吧。二次检责事宜以大妃殿为中心重新准备。现在二次检责就掌握在娘娘手里了，想淘汰谁就淘汰谁。芙蓉客主竟然被抓在王的手里。王吗？让小女去见见王如何？求殿下饶命，小女就是恩琪啊，殿下。Simply 蜂王乳液酵素检测女人们的战争。